阿姐，好，李同心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到六九八的课程是要讲台湾经济，啊，我也知啊，伫师范大学，台湾一个台湾民主化过程中间，人文社会化的学者，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，啊，我包括李定威先生的志业，甲伊的。奉献，啊！奉献就是人找我讲话，讲你讲的我拢唔捌听过，也唔捌看过。我想讲过去，我是1993年一届去美国开会，顺道去纽约，我的特别小弟啊，啊因两三个人听我咧讲，好不顺是安那个落台。啊，创个牛奶，听听讲，哎呦，哇，这款呢，这精彩呢，讲阮三个听，足无彩呢。较紧较紧联络迄个台湾同学会，纽约地区的台湾同学会，伊讲啊，我过三天就要走了呢，哦，就要离开纽约，要转来台湾，因为时间这紧迫啊，无多，召集这个同学会，赶紧，伊一群人。找杨志雄，因杨黄美信吼，银行的杨志雄，第一银行的，诶，董事长，纽约第一银行吼，诶，董事长，甲其他诶，即个彭明敏先生的支持者，有诶无诶，十几个、二十个安尼，吃我一饭一桌，伫纽约的 Flash， 我甲因坐两点外钟啊，唔放我耍，啊，讲要求啊，我伫海外吼。在台湾太远，所以叫我唔知道。我讲就是你，在台湾你嘛唔知道，因为报纸拢把你封锁，报纸拢封锁，消息我让你知道。这道歉，这真机密的秘，若不是参与是无可能知影。啊，唔好一阵，唔是要讲这讲白，要讲台湾经济。哦，啊，我想经济观念足重要，哦，所以我就将这个有关过去这二十年来这些政治的问题啊，较详细的物件，我是足想要讲个写作《台湾春秋》啊。当人掌握着政权的时阵，这二十冬是安怎接到政权，然后是安怎无法度做代志，是安怎今仔日咱。更加较艰苦，所以啊，我是感觉足可惜。咱台湾人唔是无人才，但咱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足单纯足土地。我都料想讲，人个中国人个斗争个手法非常的幼弱啊。因哦，加入政权有军队，有警察，有司法。有敌部，然后天罗地网把你控起来。啊，咱台湾人呢，互因腐化，哦，互因利用，互因利用做糟糕，逼分化不好的，你爱管你爱拍你爱抬，这是足凄惨的代志。所以我昨昏讲啊，遮我是实在是爱用单位演讲啦，啊，因为咱的何君何瑞贤。听无台湾话足可惜，所以吼、哦，规定用国语讲啊，较无遐尔传神啦。国语啦，哦，哎呀，讲国语爱还无吧？爱讲北京话，北京话，哦，是是是。嘴巴要画圈圈，对，嘴巴画圈圈。所以啊，人足可惜啊，这吼、哦，啊，我哪有时间，哦，啊来。你们是另外有时间，咱也是花时间来讲，即台湾春秋的第一段，从李定威的前半段到后半段，哦，讲来互人真惋叹，哦，第二是咱讲经济，今日经济摆架呢，甲李定威嘛是有关系，但是我不便讲伤济。今日台湾的经济问题上严重，上严重啊，就是资金不断外流啊。对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，各国的资金拢撤退离开中国，但是
中国国民党掌握的李正环，你认为凭我就叫我专约？我伫我今仔日的文章讲，伊想要向东行，但是咧偏偏咧走的路是向西的政策，实在是足够无彩，因为伊用的人拢是一挂蒋介石奴才，就是台湾人嘛是拢奴才，当然是你个蒋介石政权咧体制内底，好好人拢变奴才。拢面顶有人咧牵线，伊个政系统、伊个啥中央系统啥，遮拢一再苛刻。你是对我是忠心耿耿的，我才有甲你升官，升到迄个位的身，都是做伊个奴才。哪像杨刚先呢？哪像胡创华呢？讲一个秘密哦，你唔通嘴话讲哦。杨刚开查某开到烂鸟嘛，你敢知？无人知啊。我人是你人，还是我蛮知啊？不错是条。所以话说，台湾人来要做大官，爱做歹代志，唔是讲互你真单纯了。你做歹代志，互伊把握着你的把柄，然后你做官，我才会放心啊。对一个独裁者来讲，你若足实在咧做的时候，我做升官，因为你无把柄，无把柄。有时间你来甲我发的时，我害啊，跳呀！所以你定做足皮歹代志。包括胡宗宪两个同款，胡宗宪做新主席的时，用到时啊，拢有查某陪啊。你敢知？你当然知啊。因为这无法度皮歹，袂使甲你讲啊。但有时间你来甲我发的时，我来演出来，互你足歹看。高义人就是属于这点，魏有仁就是属于这点啊。哦，想要来选新主席，哦。但是我宋楚瑜，你选孙主席啊？你要跟我拼啊？会使来，给你显贵，你饲查某，安尼啊？所以，咱本土台湾人，伫国民党体制里出来做官，是足可怜、足艰苦的。对我自少年，我就袂瘾去做下官。做啥好？啊，你甲你张飞遐先话，思想观念遐好，你管理办真有困难，枉费啊，费啊！我若是想要做伊迄个国民党的官，也是同款白白波的捏甲乌去，若无捏乌去，也是足歹做代志。干脆清汤挂面，做研究员，苦了研究室，无法做功课，无法写文章，一字一句，一字一句安尼写文章。哦，所以卖个讲对下去啦，佮讲了呾，台湾的经济，伊的无开放的时阵都。开一眼闭一眼，让资金渐渐外流去。特别是1989年的时候，大量入去到这个大陆中国去，连续到这中间，一跨签了时，资金外流严重到什么程度？去年大概是将近120亿资金外流。咱讲真可怜，对无？你认为是在法度防止违法、违规的、哦违背规定的，走去中国的资金？啊，变个时代要较害，就是讲大胆开大，大胆开放，但是无效管理。你认为是在每一案，那超过50,000,000，拢爱审查，所以你当然是拢几百万的美金去。中国去投资，但2000年阿扁啊执政的时候，因为新潮流在换这个咱的整个的财经政策的，所以伊就大胆开放的时呐，超过普通每一件平均拢超过啥1,000,000呢？过来就超过1亿，哦，啊然后迄8天内底大量的资金流失入去中国。一块签了是进程，一块签一块进程，唔捌超过90亿，唔捌超过80亿。伫迄个阿扁的时代、陈水扁的时代，拢且五六十亿、60-70亿上悬。后来个马英九是超过80-90，然后去年122亿。另外资金有增加无？一块签了并无增加，连着减两成。关注来无？嘛无，啊！这问题拢是
以这个李廷辉的时代，但这当中南京国的经营者在投资环境内底真侪束缚，足侪法令规定的束缚，和外资来到这个所在，感觉讲我要申请办一个案，要做一个投资时，真侪坎坷，真侪麻烦，结果回来，回来，哦，爱红包，对吧？爱红包，哦，啊，这个情形之下，咱看资金在外流的时阵，整个台湾的投资环境嘛无改善，无改善。所以啊，咱整个台湾的这个就业率减少，失业率就增加，所以所得就开始停顿伫个所在，咱的国民所得停顿伫个所在，哦，真久你看，普通啊一个国家，那是伊的国民所得，每一个人的国民所得就是 GNP 啊 ，income per capita， 这个物件每人所得啊，那超过一万美金的时阵啊，三档五档就跳翻两万。但是咱对足早十几年前，咱就超过一万美金啊！十几年后，咱才进到一万外美金，表示讲咱的成长并无增加偌济。迄个资金是伫这个进前七十年多、八十年就是八十年多，忽一日安尼真繁荣以外，哦繁荣嘛，哦你看1985、86、87、88，哦啊加90，迄个阶段是迄个跳起咧跳足紧的时阵哦，后来到90年。以后程度开始较缓和啊，安尼开始安尼跳起，过来安尼缓和，哦，安跳起，再缓和缓和缓和安起，过来说，哎，表示讲啥？咱已经真十档吼，或者七度的十档，七度十档，七度是十档来，问题就一定拢出来，迄个出来上上面迄个就是咱的迄个中央的政府。累积中央债务的累积，哦，非常的高。甲今年年底预算的，迄个中央债务大上是四条高清325亿，但是一直到三月底，即摆就四月啊，到三月底，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的迄个总额是偌济咧？4条8485亿，本来是预算年底才4条9365亿，即摆已经到4条8485亿。各位，你啊想看财政恶化到这个程度，莫怪卖救，伊迄个十二项建设都无法度推动，无法度推动。我昨日，阮早人去经建会开会，摕一份资料转来讲，农委会。要对新的农业政策做补助，为啥？小地主、大佃农这个补助，以及有关农产品的产销的环境要来改善，总共四年内底要开33亿，较低，安尼编未出预算。四年要编33亿，编未出预算，表示讲伊财政是非常困难。但是为着选票，为了今年。每年年初要选总统的时阵啊，伊就加咱的公务员加薪，要加三千，总共增加差不多120亿左右的预算，哦，所以这拢是选票考量，选票考量，所以咱来看讲，这个财政困难到这个程度，咱将来每一个子子孙生出来就开始负责。啊，这是账面上看得到的负债，咱要隐藏性的负债，隐藏性的负债将近17亿。什么是隐藏性负债？咱足侪公用设施保留地，还是公用设施的用地，已经人征收来用啊，但是各单拢无钱付人。哦，比如说我老家的厝头前的田。都伫大路边，啊！你路要拓宽的时阵啊，只系一路的一半的路面是阮兜的土地。伫三四十年前，我若伫遐未过身的时阵，就已经征收去做地啊、做路啊。但是到现在将近40年，拢无摕到任何一线五厘的这个补偿，个单拢无。这就是变作负债。因其以外，当时要何人唔知？无利息的，哦，无利息。
所以你看，这个物件，行水区哦，那是那个水的老水行水区啊，那个边仔的路嘛，有的是用着私人的土地，这种征收的啊，还是讲学校的用地啦，啊，公园的用地啦，有征收来用，啊，真无补偿的，大上就将近十几亿，将近十几亿。今仔日各种哦，那是讲这个。农保欠的啦，劳保欠的啦，有的吼，那个健保欠的啦，借钱吼，有的啊，甲过去对高铁的补助，无人遐尔方便讲，迄个 BOT 的案子 ，BOT 的这个案啦，吼，高铁是 BOT 的 ，BOT 的结果政府讲挂保证，你后摆若我都做落去吼，我政府有责任甲你回收倒转，结果咱就该4000外的去甲伊回收起来，啊，即摆才发现讲哇。婚姻关系，哦，地产下限，啊，然后有可能怎样，速度爱较慢嘞，还是讲爱安怎，有诶咩啊，发生啊，但是因此赚足济啊，因此安尼赚足济，有人我都想象。N 高铁站，站边土地，拢已经是道路工程买去，你看，车埔啊遐，车埔周边遐较早先啊。一平米，用我一平方公尺啦吼，一平方公尺600块，征收的时阵，为了要征收的时候，我迄阵当咧做局长，然后地地平民委员会有议员代表，就是讲啊，起价3600，一平方公尺一起就甲起6倍，讲安尼有过分，讲这拢是国家的钱，咱应该要较俭的。我讲来个起个千二安尼好，袂使哩，一定讲袂使。然后是来你馆长来做主席啦，来你馆长话讲，局长你卖阁计较啊啦，即反正唔是咱馆长出钱啦，由中央出钱，我怎啊变做3600？一平方公尺600块变3600，结果去看一平地差不多4万块、5万块，甚至较重要个较。三个汤的所在，10万块美金，10万块台币，贵到这个程度，大陆工程是不是赚翻了？政府用安尼来图利个人的公司，图利个人，这种啥？有滴啥？有滴酸评。那民工去干呢？国民党安尼做的，因此最后咱会改。签这个挂保险，甲咱呢阿边啊，这边也是有关的，也是有关的。所以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讲，类似这款的温中性的这款的负债，有够惊人，17条。所以啊，加起来，甲咱的年底有22条的负债，哦，22条的负债，啊，这是。今仔日台湾经济上上困难的所在，你负债真高的时，缺点是啥？咱足济善恰人爱去补助的，失业爱甲救济，发生困难的爱甲帮忙的，政府有无多去做这工？然后伫这个金融海啸，也是讲一个任何大代志发生的时呐，政府无够经费来进行。这个经济复苏的工课，哦，复苏的工课，就讲进行公共建设较好的工课安尼，哦，这是造成困难，造成负债伤济的困难，啊，发生会影响到整个咱的台湾的这个经济竞争力，因为政府的公共设施无够好，啊，甲投资环境无法度透过政府的预算来甲伊做真理想的时阵。民间的投资意愿就降落，所以民间投资意愿近两年来并无增加。有人讲啊，但是台商资金有流入来啊，近两年台商流入将近2条资金，但是中间无到一半去做基本甲长期的建设，基本甲长期的投资。大部分拢伫股票市场咧炒股票，然后其他就是
伫台北市甲台中市咧插上房地产。另外，看远的人讲，我不爱插房地产，我爱插土地。所以你看，整个桃园地区的土地介绍起价足雄的，超过桃园的房地产，因为桃园的房地产也供给收过济啊，到处拢有空厝。所以桃园房地产你起真慢，那像南崁，三年前、四年前，你敢问一平偌济？十万、十二万。即摆去问偌济？十五六万。上好的十七八万，更加好的豪宅二十万，安尼尔。那十二万，这三四栋起价二十万，都无算偌强的。厉害的是讲十二万、三四栋起价三十万的，这是台北发生的。那就难讲，哦，三四当前要换十五万、二十万的，即摆华富起起，开价或者七十万，就是我中央研究院边啊，阮大富人家开价拢已经七十万以上，这才是惊啦。地富房地产差到这个程度，对一二十万、二三十万，差到七八十万去啊，就足惊啦。啊，所以哦，足济资金来入来台湾，入来台北市查房地产，查甚至足济查啥都市更新的。哦，这个所在本来市内，咱就这个敦化三千户人家住宅区，哦，低楼的，哦，特别是低楼，三四层起的，拢变热门的商品啊。哦，一平几百万，哦，一楼的一平拢一百万以上啊。二楼嘛，才一百万左右啊，三楼的八九十万，四楼的七八十万安尼。安尼你担心呢？担都市更新，因为都市更新这个吧是油水水。二楼人去进行都市更新的时，伊的利润足悬的，因为政府足济优惠的条件，啊，资金够一直进来，所以哦，这几年做都市更新赚大钱。我另外讲一部分，就讲土地的投机。这三四栋来，跳足远的，跳足远的，不但是台北市也同款。台北市已经真少看到一平五十万以下的，就是我南港是上周边的，过去上落后的。你叫伊咯，四年前哪讲五十万，讲哇不得了不得了。但是两当前，我研究有一个社区的重新规划，都市更新的规划。那空地标出去超过一百万，标出去超过一百万。那标出去超过一百万，都不是路边的，所以因为安尼关系，全国路边总跳起来。四年前有人先交四十几万的，即摆讲若无超过百万，唔免去到这个程度。所以好嘅人一直好下去，剩下人无法度伫台北买了一间会当住嘅厝。啊，这款嘞有一个作用的，即摆吼上头的就是对台北市开始发作，房地产的起价，然后就开始扩散，扩散对台北县，扩散对桃园县来。桃园县是上好的投机的所在，特别是土地。我十年前房地产足起的时阵，建国的西滨，建国的西滨西滨，拿几万几的企业公民卖土地卖厝的，是安怎？因为十年前的新都，美国网络泡沫经济破灭，网络经济的泡沫破灭，所以整个台湾的出口萎缩，台商出口也萎缩，结果就是台商在中国的投资巩固，巩固了，只要回台湾要就是困难，就卖房地产，所以落这个南口外一直流流过，流过西边的南的新竹。规条路总咧卖土地卖厝的，迄就表示讲房地产已经崩盘崩到底谷啊，谷底啊啦，哦谷底啊！啊，我喺农村，因为九二一大地震的时阵啊，我甲阮某讲，我讲因为吼一九九六年的时阵哦，中央研究院地震研究所啊，有一个朋友就甲讲讲，三年来。台湾有一个足大的百年，超过百年来上大的地震，若不是伫台北市，就是伫中部。发生伫中部，所以我甲阮查人讲，我讲，咱这栋大楼有我一间厝，你一间厝，
哦，啊，那我都爱住楼骹，所以我楼骹会卖卖，啊，你楼顶甲卖掉好无？卖掉来换一块土地做套房好无？用户啊，哦，啊，拄好迄当阵，大家拢咧卖土地时，土地足俗的，我一平一万买着。最近我的隔壁人卖偌济？4万。啊，所以两年前、三年前的时，人咧甲我讲，我你这台万五来卖足好卖，哦。万五来卖就好卖，三年前、四年前安尼，啊，即摆一跳下讲4万，甚至有人大亨啊一个姓杨的来甲我讲讲，阮大亨啊遐鸟不生蛋的地方，较早一平地4000、5000，即摆讲跳到4万外，你敢无5万？我唔敢安尼想呢，我也无想要卖呢，哦，所以你可以讲炒地皮的风气，炒到这个情况来，参3000、5000，哦，较无一万的这个。西边遐沙坡地，拢跳到4万、3万、4万啊！可见讲，咱讲青埔啊，遐有偌济。我一个朋友，迄阵青埔啊，这个高铁咧进行建设的时候，甲讲有人要卖一个地一家水产，伊青埔啊附近，我讲会来开价偌济，用4000，我看要甲买起来。我看是，我看到出到3000哦，讲你若出3000，你买利息。过来，过无偌久，伊甲讲，银币安尼，讲那伊拢银币啊。青埔迄个所在，伫高铁边啊，将来是不得了的地方，伊建设足济嘛。我所在遐足济，电话、道路拢拓宽，迄个所在变作一个将来真重要都会区的中心点。人你卖你4000，你有钱过我买，还是无差。所以吼，这是另外一个故事，我是讲互你听讲。台湾的钱不是无，但是并无进行长期的投资，因为无进行长期的投资，拢在做房地产的投机的结果，咱的失业率并无多提高，即无多减少，咱的国民所得并无增加，因为所有房地产甲股票的买卖，特别是房地产的买卖，拢是 zero sum game 零和游戏，哦，我甲你买一摊嘞。看到你伫你个搭个啊，你并无去变做实际个投资，不是 real investment， 迄就无啥物作用啊。哦，啊是讲我去做土地投资赚个钱，也是联合游戏，赚来赚去拢经过个经济体系内底无算国民所得个部分啦。真正有国民所得，是因为你去做投资，物件出口也是生产卖出去，房地产并不是讲即个真正工厂生产个，哦，即无法度去做。实际投资的迄个成产来看，是讲讲哦，用钱去买，啊是卖土地，再搁买厝，啊是卖厝，再搁卖土地，安尼，迄一款叫做零和游戏，哦，所以现在做成这零和游戏，因为咱的土地税制是唔好的，哦，我应该有直接讲过讲，咱的土地税制是土地税啊税足悬，但是你是交易税，你有交易再扣税，足悬。100%，上早期是100%，过来降到80%，上悬的税率，过来降到60%，行不通，才变成40%。哦，我一再要求再降低安尼，才40%。另外，地价税呢，差不多等于零啊。以台北市我所计算，全台湾这个地区，哦，一般平均是10000块，扣你100块的地税，地价税。但是台北地区、台北市内是10000块，扣你7块。对台北人来讲，7块钱塞多，根本无个看在眼内。所以，伊持有税真俗，但是交易税足悬的情形啊，变作讲有一个叫锁定效果，叫 lock in effect。锁定效果，互你的奖金会减少，实际的奖金会减少。但是因为都市化，啊，甲咱的收入增加的时呐，需求一直增加，所以。这个房地产只有会碰到会大落去，啊，这就是对咱一般民众来讲，劳工阶级是真严重的剥削，透过制度来剥削，然后美其名说他是什么？他是平均地权，他是站在归公，这是有糖衣的毒药。对台湾人来说，对不能台湾人拥有土地的人来说，就是糖衣的毒药。但请问嘛？但是税率卖讲80%，卖讲100%，就是60%。啊，讲死，互囝来继承，立一届60%，
假使无顺来继承，搁来一届60%，咱拄袂了。假使阿公较长寿，老爸嘛较长寿，阿公100岁死，老爸80岁死，这个囝70岁死，这中间的时间拢真短，中间3届4届，迄个地全袂了好啊。有政府去啊，严重到这个程度呢？哎，大人看袂出来，足侪人看袂出来，莫讲各位经济学家嘛看袂出来。若无仔细去研究，若无实在去操作，无去研究，深入研究，对这个说法加研究，看袂出来。啊，我30年来对这个问题足趣味，所以我真研究，我真彻底。哦，所以咱将来有一天，咱真正有正确的心，咱爱把这个物件做真大幅度的来解决相反的方向。第一水爱消耗关起来，搞水灭，但是搞有所得爱救水。即个你足侪矛盾的所在，就讲你过去1000块买一间厝，哦，土地征来税是100万，哦，过去当的是因为经济歹，所以房地产价钱落来，剩未100万尔，结果你还交200万的税，你经了钱呢？1000万买一间厝之外，落地了剩600万，你个未了还交200万的税，安了偌济啊？差价输400万去啊，搁缴税200万就600万。当然你唔卖啊，唔卖先，你有办法都唔卖。但对善财家庭来讲，不得不卖，因为杀掉我来啊，那要给你剁下筋啊。你都爱卖掉600万，你就卖500万，你就卖，就了我来了。已经了钱，搁扣税，各位想看嘛？这款合理，完全不合理。这款是足奇怪的这个税制吼，所以这将来咱一定爱甲做真大的改变。这就是讲。灾情方面呢，过来台湾上严重问题是啥？贫富差距一直扩大，一直扩大。咱即摆吼，咱的讲咱的所得分配到啥物程度？我只即个一个图吼，因为我的可稀释的迄个硬碟啊，有病毒啊，所以袂使放落遐，放互大家看吼。这图我画吼，这图上面顶是深蓝色的。来，你讲啥了？富比士。富豪榜吼，台湾伫2011年有18人，18人吼，前五个啊，上富个吼，伊资产是199亿个美金，五个人合起来，199亿美金，啊，中间迄个五个是91亿美金，即10个人啊，合起来伊迄个资产吼，9730亿，如每一个人有973亿个资产。哦，我是属于调查到伊迄个放散的名单是安尼。过来有八万两千八百个人，伊的财产实在是超过100亿的。咱即摆在座可能内底有啊吼、哦，啊，然后伊的迄个八万两千八百个人的财产的总数是2640亿的美金，平均每一个人有1亿的代表。哦，你100万美金的财产的人较简单，安尼才3000万的迄个代表左右。啊，但是爱用公股现代来计算哦，啊土地房地产爱用公股现代来计算，不是用市值来计算的。哦，因为点鱼先用公股现代来点鱼。过来，哦，头先上面顶迄个18人是占0.0002，所有的这里会赚钱的人的吼，较无1000万的吼，安尼是0.0002吼，啊，这个八万外的人，这是0.009%吼，中间这个吼，较中间的所得的是806万6000人，平均一个月收入是34431块的，吼，啊，其中有359万7000人，伊的。每一个月薪水比30000较低，然后这359个内底，佫有其中有103万8000人，因为一个月收入不足20000块啊，即个已经列入低收入户啊，不足20000块就列入低收入户。我是佮伫警察广播电台咧讲，上下家庭，还是受薪阶级。家庭要安怎理财？
啊，我讲了的时候，有一个深圳的一个太太打电话给我，初时我听到你演讲，真甘心，啊，我甲你请教，阮头家人做工伫工厂做工，一个月足足拄收入20000块，啊，我传个囡仔无法度去上班，啊，你甲我讲，我要安怎脱离这个贫穷的环境？哦，这边哪个会甲恁考试免做？这，这20000块四个人费用，我甲问，我讲啊，你房租爱偌济？伊讲啊，都吼，因为收入较有限，所以阮租一个四间，差不多10平的，好个在才3000块就租会了。哦，啊，就剩17000，啊，17000四个人，我揪揪强，哦，嘛无所在人种菜啊，你来讲咱是庄卡，讲家己种菜啊，无讲四界去买一个野菜嘛，但过年呢，你嘛无法度去新庄，哦，我讲安尼，你就要真小心来打算。我建议我讲，你要去银行贷款嘛无可能，因为你就要抵押品。我讲，你一个月一定要至少欠3000块。一个月赚3000块，哦，万一来你讲扣扣扣扣3000，都一定会当开14000块来。哎，讲啊3000块变来用，讲3000块都会当开始理财啊啦，用变来理财。讲你3000块就去兑一个花啊，啊是10人花对无？啊你一开始你就要开始标啊呢，哦，你标起较低嘞，标起来，啊我标起要创啥？讲标起来，你。你啊，比如你去打工，啊，我甲你打工，变安那去做股票，赚这个钱啦，安尼啊，拄才开始啊，啊，无你要创啥？5、6万就会当做本金啊，哦，因为我过去我无挂线，注册了说参加本金都无啊，你是谈研究所的钱，我嘛无可能甲阮老爸提半仙来开啊，我想啊想去，我上去甲我一个学长借钱，伊借我800。我讲，哎、欸，我这800块吼，开2个月都无钱啊嘞，啊，不是办法嘞。2个月都无钱的时阵哦，我一定要想讲，家己变来生财。我讲股票吼，对苹果，我是过年过到大年开始落到21年，连续落6、7档嘞。我中午爬起来的时阵嘛，迄阵苹果21年，我无发现啊。我怎啊去搞我的亲戚？唔爱讲钱，你系我的干妈救济，因为我亲戚拢散起来，我干妈都做护士护，迄个啥助产士，啊，伊收入可能袂歹，哦，伊讲啊，你有困难，你就开水哦，我一刷互你去就算来，我就无去，伊遐借3万，我无利息了，一年还，我借伊3万来，看股票算算诶，都甲买落去，一个月赚15000，后来平均一个月拢赚5、6千。啊！就解决我爱食饭的问题，我再甲我阿爸幸福者。哎，我就甲这个故事甲讲，我讲你唔是一定爱听我讲，你就是家己去研究看报纸。你无钱买报纸，无要紧，你就去吼看别人的报纸，旧报纸摕来看，摕来翕，研究经济观念甲经济的这个活动的消息。安尼，你可能就会当增加你的经济知识，啊，然后来解决你的问题安尼。哦，啊我啊，你若有问题，随时卡掉。哦，啊，总共一句就讲，善恰人一定爱用心去学习理财的工作。有钱爱理财，无钱更加爱用心理财。安尼吼，我是安尼甲讲。啊，后来伊就渐渐就顺利，就有较改进的款，啊，唔爱去卡钱啦。然后你看这个，失业的人有66万，上下面这个灰灰甲乌乌只。66万人内底啊，拢总11万户啦吼，中间有11万户是26万7000人，生活伫即个贫穷线下，哦，所谓贫穷线，理论上就是讲，即个维持生活的水准，哦，啊，你维持生活水准的时候，这是统计上是讲，统计上有一个分配，所得分配，哦，上济所在总数。种所，迄叫做亩的迄个所在，哦，即个管起来，即边是
爬山呢，这边是迄个钱啊，所得的，啊，所得到某一程度会足悬呢，哦，即个算，啊，再安尼落来，尾仔才真少，啊，头仔才嘛真少，啊，这个所在一点落来，迄、那个所得就是咱的贫穷线，哦，我的硕士论文写这个物件是一个台湾第一个估计迄个贫穷线吼，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做法就是由这个卫生食品专家去跟你讲，一个人一天爱食偌济，爱穿偌济，用偌济，吼、哦，食衣住行上基本的这费用，啊，甲结合起来算算的，安尼，甲这个总数有差偌济无？叫迄当阵有一个王清华先生，农委会王清华先生，伊经过这个方面计计算，计算讲农家伊的最低生活水准偌济，啊，我用总数来算的时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吼、哦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然后，这个吼、哦，冰雨最近这几年，每一年增加一万户，因为无头路啊，哦，啊冰雨每一年增加三十万人，一人失业就三个人变冰雨、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就是讲三十万人，等于失业者，调查起来，等于失业者，哦，有十二万人完全无收入，生活真困难。哦，这部分是占1.3%，哦，啊，这个贫富啊，十一万户之内哦，占零诶，占3%，全部这人数的3%，安尼，啊，这个呢是安怎？咱今仔日物价讲好标好啊，干呢，上来上干呢，要来去比较嘞，咱讲哦，这个最悬的收入5%这人，这组人的收入，甲最低。5%价人的所得差距或者差距或者66倍，今年一定要发悬的哦。这是2009年年初的统计哦。啊，然后咱讲最悬的所得的家庭的每一个家庭平均是储蓄啊吼，伊每一年存落来钱是22万，但最低所得这个家庭的租金，伊的。每一年伊的储蓄是-3万，欠三万，所以这差价是差真济，有钱甲无钱差足济。啊，上好个20%，头先是讲5%，上好个20%，甲上差些20%，这来比较，伊的所得个比较，哦，好个这部分扣税扣了，啊，差些这部分有会补助安尼，甲做一比较是6.34倍，那无扣税甲无补助是。8.55左右的迄、那个诶差距安尼，哦，啊，咱这个6.34倍啊，6.34啊，比日本甲韩国较大。日本是6.25，韩国是5.76，但是咱比美国诶9.75较少，啊，佫比中国诶18.2倍也较少。所以将来中国来乱，真紧就会乱，乱一下。乱离伊个所得个分配差距太大，山下人不服，罗岗农民阶级非常不满，总有一天一定会发生暴动个代志哦，伊无法度压制暴动个代志。啊，台湾嘛是同款，就是讲山下那差来差哪济，哪来差哪济，嘛是造成咱台湾内部个这个袂当真和谐所在。啊，是安怎啦？这几年变安尼，哦，这有历史的因素。我有写过这个文章，哦，历史的因素就讲，咱台湾是长期政治歧视的所在。另外就是产业歧视，对工业无所不至甲补助，因为中国人来台湾伊无农业，啊，但对农业无所不至甲剥削，用尽办法，想尽办法来。只能来个剥削到无法度生存，所以只好无人要做菜。少年无人要做菜，我人伫卤水溪边安尼种植吼，出出就叫做种植吼，唔捌看过30岁以下来做菜。最近才看一个30几岁，讲因为产家己的产足济，讲干脆工厂卖出来，一个月3-4万就够红，哈拉萨的，突然应该做菜，专心干那边做菜。啊，这30几岁，啊，过来要40外，看来拢40外，啊，足少，大部分拢60-70岁，哦，
然后再过我讲啊，娇笑咧，伊缠你咧聊天，讲你贵，我再过啊，哦，笑咧。啊，我来再过讲还不错，还年轻嘛。看了七八十岁，还在做缠，哦，像我妈妈做到九十三，我妈做到九十三，哦，安尼，你可见讲这农村的努力有真大的，把过去差足济，所以我有当时也也是讲。我细汉的时较幸福，细汉的时吼，十几岁啊，二十岁啊，我做到三十岁才离开农村，安尼，当我迄当阵足幸福，三十几年来足无幸福，因农村生活较趣味，哦，啊，即摆第一个庄卡，朋友拢走了了，唔是死去啦，拢伫外口趁食，哦，啊，过去我十几年前，人讲啊，对过年对过年对伊是要看到少年的时代。朋友，爸爸的啦，恁厝啊的朋友，即摆电影拢无看啦，因为伤过操劳，去做工死翘翘啊，做生意也做了失败死翘翘啊，啊像我这变孤魂，吼、哦、过年时啊变孤魂，等于讲话，啊老朋友拢死的，啊无啦倒转来，我倒转来，哎，啊所以看讲这农村啊十室九空，哦所以这农村经济做歹，剩下人大部分拢农村出来，安尼讲，因为伊。村里兄弟较济，做田袂趁食，所以细汉就出来都市，搁做一个小生意咧，啊，小学一乌手的去开工咧，我工就倒去啊，煞生活困难，所以变散车。村里老农嘛变散车，出国来趁食嘛变散车啦，安尼，啊，这就是政治歧视甲经济歧视所造成的。长期以来，你要看中国人来到台湾，无一个无好头路的。是安尼读对军工教育会，因为伊个人每个拢安排起来咧做军工教，做兵做做兵做兵啊，做军人做军官啊，啊无就迄个政府单位安插一个，先做一个临时的，过来甲变更，用各种办法甲变更做啥正式的。但是我中央因为足济拢遐中国人，拢凊彩读一个册，有一个毕业证书，啊，就入来咧做一寡工课。看你是高中毕业，台湾差你高中毕业应该工课，啊，做官山的官山呢，大家就大下，拢唔是正式的，拢唔是经过高考过的哦。但是，甲有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人哦，无正式啊，歹无退休金唔好来家变做正式的，变来变，内部家己考试，现在高考讲大家拢通过啊，大家拢变公务员啦。从今以后，因有提拨退休金，哦，做外务以后，因就会当领月退俸。你看这是啥物？啊，现在台湾人无多，本土台湾人无多享受这部分。啊，少数的人当然啦，坐着顺风车嘛，得到好处嘛，是安尼啦吼。所以你看这社会这样无公平，这就是咱今仔日台湾经济问题啦，哦，啊，其他的。时间因为有限，我有法度阁讲真济，主要是要讲台湾的经济自由嘛受限制，台湾的经济公平是完全无，所以咱主张自由经济、市场经济，阮这里咱学界来讲，对台湾的经济来看得清楚，是充满意见，足是意见，但真可惜，咱像我。少年的心，足唔蛮讲，李登辉一旦做真大个改变，因为政治斗争的关系，咱是讲，诶，总统民选以后，伊会当做较大个改变。那你想讲，伊要用一个李彦泽，讲，讲甲挡掉伊，讲，希望我讲，讲伊拢无啥政治啊啦。李彦泽伫总统内底介绍嘛，啊，邓多啊呢，蒋介石嘛甲抵制呢。哎，讲一个天魔拜讲，好啦，我拢卖插啦。我54%当选的总统，煞未使用一个行政院长，我拢卖插啦，互你去插啦，互你去插啦。会使我讲是讲，哎，伊放弃伊家己职责呢？你四年咧创啥？你学易经啊？你学判命？安尼浪费时间，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真可惜，就是讲，人去用斗争斗到尾，讲哦，伊无力啦。大家讲话伊无力啦，应该爱
振奋精神，为台湾打拼心，讲伊无来啊啦，所以咱讲啥，咱解无共款，咱来解无共款，完全无共款。困难的时阵，更加爱探什么路，对不？大家去拼，爱认真打拼，最后咱才会成功，咱才会胜利，来报应。